尊敬的旧泽的各位领导、是，登封是政协副主席汪兆铭先生，登封是少林风景管理局局长汪少峰先生，登封是国务局纪检委书记范建威先生。 都是武装部副部长廖瑞光先生，嵩山少林寺武僧宗教头石彦卢大师，文化部艺术司东方画院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。 艺术顾问汪冷石先生，美国洛杉矶少林寺主持，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，美国分部学院院长石彦帆大师，嵩山少林寺事务管理。 委员会主任殷俊英先生，嵩山少林寺武僧教头石彦二大师，少林慈幼院常务副院长石彦江大师，嵩山少林寺武僧教头石彦庄大师。 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校长郑峰奇先生，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武术总教练、本届运动会总裁团长高慧峰先生。下面进行大会第一项，全体起立，奏。 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在大会上只宣布获得团级班级的综合的班级、体育道德辅导奖班级和优秀工作人员，获及获奖学金人员名单，获得团级总分第一名的班级共27个班级，三大部，三大一班32分，三大一十班75分，三大二二班。 51分，三大二二班50分，三大三二班50分，套路部共13个班级，套路一班60分，套路一四班53分，套路一四班101分，套路一四班36分，套路一二十六班33分，套路二一班83分，套路二四班73分，套路二九班75分。 套路二十班58分，套路中联队71分，套路三三班90分，套路三五班69分，套路专中班38分。三，少儿部共9个班级，少儿一二班72分，少儿一八班74分，少儿一十五班41分，少儿二二班56分，少儿二八班71分，少儿九班63分。 少二三一班60分，少二中联队64分，幼儿一班51分。二，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的班级共16个班级，三大二四班43分，三大二六班45分，三大一八班50分，套路一三班36分。
套路一式一板十八分，套路一式四板二十一分，套路一二十五板二十六分，套路二七板四十七分，套路二十三板四十分，少二一三板三十七分，少二一七板五十分，少二一二十板二十三分，少二二三板四十八分，少二二六板六十六分，少二二十板五十三分，右二一三板二十八分。三，获得团体总分第三名的班级共六个班级，三拿一六板三十七分，套路一八板三十五分，套路一十七板十三分，套路一二十四板十八分，套路二十一板三十七分，少二一十一板十四分。四，获得体育道德弗朗加班级共四个，三拿三一板，少二三三板，套路三一板，套路一二十板。五，获得优秀裁判长四人，杨华贵、石磊、陆辉、张春磊。六，获得优秀裁判员名单共二十四人，冯向生、周东超、刘恩威、李超飞、王云超、杨继伟、郑振杰、关明辉、张中华、邢东、魏成南、张扬、郭永辉、边俊萌、李立业、刘兆飞、张成、王家辉、王凤普、江云刚、韩英旭、毛慧龙、孟飞、刘永富。七，获得优秀工作人员名单共二十人，董培、刘禅、张延慧、杨永辉、刘富军、孙伟、董淑平、朱小璐、李俊豪、陈炳团、王荣娟、马彦斌、冯文龙、赵小丽、张丽、张飞、刘玲、任雪梅、冯莹莹、陈素杰。八，获得奖金人员名单共二十一人，李勇、范亮、彭选奇、郭孔、翁全伟、柯延培、燕元峰、刘密、张萌萌、王方晓、何广梅、王立军、杨志辉、王文龙、唐帅、张泽伟。九，优秀外籍学员共四人，玛利亚、菲利普、郑金日、郑申和。宣读完毕。好，向获奖人员颁发奖品，在分组上的领奖。三打一二班，三打一十班，三打二二班，三打二五班，三打三二班，套路一班，套路一四班，套路一十班，转上。请大家以掌声为他们祝贺。好，下面，下面套路一二十六班，套路二一班，套路二四班，套路二九班，套路二十班，套路重点队，套路三三班，套路三五班，套路传统班，这几个班级上的领奖。
以掌声为他们祝贺。下面少二一二班、少二一八班、少二一十五班、少二二班、少二二八班、少二二九班、少二三一班、少二重点队、幼二一一班这几个班级上台领奖。请大家以掌声为他们祝贺。下面是团体第二名的单位上台领奖，散打二四班、散打二六班、散打一八班、套路以三班、套路以十一班、套路以十四班、套路以二十五班、套路二七班、套路二十三班这几个班级上台领奖。请大家以掌声为他们祝贺。下面是获得团体第二名的散打二四班、散打二六班。Thank you.